这几天天气气温骤降，为了关怀街友，彰化县政府是结合马新社区发展协会以及仁安社福慈善基金会，来到彰化火车站前发放热食与避寒物资，并且劝导他们能够住进相关机构，希望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寒冬。哇，歇后，盛着一碗碗的热汤送到街友的手上，香了让他们吃饱喝暖。这几天天气气温骤降，而为了关怀县内街友们，彰化县政府结合马新社区发展协会以及财团法人仁安社福慈善基金会，来到彰化火车站前发放热食与避寒物资。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启动了照顾关怀这些街友的机制，那我们带了很多的热食，而且比较御寒的厚重的衣服，还有棉被，给这些在火车站或者是其他公园地区这些街友。那我们希望这些街友能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那我们也感谢民间的团体大家来捐献这个物资。这次活动是由马新社区发展协会准备鸭肉米糕、姜母茶以及贡丸汤各120份，并由彰化县政府与仁安社福慈善基金会准备外套、发热衣等避寒衣物，同时劝导游民入住相关机构来度过寒冬。那么在这样寒冷当天，除了发放热食、御寒衣物以外，咱彰化南苗宫的这个香客大楼会当呢提供给咱这街友做一个临时居住的所在，我们避过这个寒流，会当保持身体这个健康。同时，咱个县政府、甲卫管长会持续来关怀这些弱势族群。这波寒流预计能到下周，各地气温偏低，彰化县政府也立即启动低温关怀机制，结合民间团体陆续到彰化火车站、园林火车站及园林公园，来为游民送餐、发送物资，同时提供游民服务专线，让在外露宿的韩氏朋友们在寒流来袭时能避免受冻。谢玲轩，彰化县采访报道。